苦兮错勇错将军吗？弟弟无名何不再能念？这关公安尼哦，这有办的呢。一年过了五关，出了五位降将首级，连同我蔡英兄弟，俺相当朝廷比例所处，立即的封安徽的小助理，安徽，安徽家都心想都。快快快！快快快！快收人！你的特色，明天就要两位死在我齐梁燕岳都之下。安怎？你要用齐梁燕岳都给我抬哦？你来抬呀、啊！我都唔相信偌厉害，你来抬呀、啊！本少爷起来叫你抬呀、啊，来抬呀、啊！是怎搞的？敢有才调通台本少爷？你根本就无才调嘛！一个人遐大汉，敢真正胎会死？那安尼狗熊嘛会当食飞机，一鸡鸭嘛会当食青子。要毋过咱人就毋通想天气。有一句话讲，人若是无照天理，天就无照家己。所以讲，未见自私，就先自私。咱中华的关圣帝君，好歹有分。你若做好，会予你升官兼出运；要若做歹，报应你就歹食运。关帝爷，新女是王月英，祈求你保庇阮人可以了，保庇伊的病哦，当较早好起来。关帝爷保庇啊！关帝爷。阮兄婿柯一良对我有情，对我这个丈夫非常友好。伊是一个真老实忠厚的好人，我甘愿借我的良心给伊。我阮兄婿，阿母，你哪会下这种冤啊？你敢袂记得阿母破病的时阵，若不是一良啊无名无日来甲我照顾，我早就死啊。哪有通啊？搁加活遮济年，我已经真满足啊！阿母，唔通安尼讲啦。只要恁翁阿母哪会当幸福过日，这都是阿母上大的心愿。阿母，我闲啦，紧摕去烧烧咧，我要来去抽一支签。做你照实讲无要紧。甘霖初降，奉重升，
喜乐随舍爱人文，牛山好情是归处，玉月飞雪难问天。头两句就是讲，欢喜的代志若到，千万爱注意；无好的代志，恐惊后面就会发生哦。后面两句拢是典故。第三句是讲水好断，牛山好汉，比甘霖陷害，必受牛山。第四句就是讲刀鹅被冤枉的故事，伊予人陷害要斩头，连天公都同情伊，所以才会二六月落雪。啊，那安尼，这支签都无好。这是下下签，恐叫性命危险，千万要小心啊！哦，多谢哦。小姑娘啊，咱来借问一下吼，什么代志哈？我看你哦，安尼目头角，敢若有啥物心事咧？不要紧，你讲个本少爷知影，本少爷甲你解决吼。唔免啦啦。姑娘啊，啊你生做遮尔啊水，无人做伴，我甲你安慰。哎、啊欸，等你。小姑娘，你要创啥？别惊，别惊啦！请你闪开啊！叫我闪开哦！哎呦，人我会唔甘呢，莫歹势啊吼！你莫搁我来，你若搁我来，我袂好救人啊！哎呦，唔通，你千万唔通喊救人呢！本少爷吼，我是一个绣花脸盆的人，你若喊救人。阮少爷的动作就会足粗鲁，啊，若足粗鲁的哦，你就会受伤，安尼唔通啦。来，阮少爷，我甲你亲一下哦，来。啊！救人！你放屁！敢那 NGV 啦，靠腰啊！敢那火烧猪头皮的味咧。一个美人嘞！啊，少爷，啊，面罩已经裱内底啊啦！哎，进去，出来！嘿，阿母，阿母，拄才个金殿遐有一个歹人对我起他动手呢！哈？关帝爷面头前阿家这难闪哦，吼，真好打！紧走！唔通对这去会去撞着。咱对后壁门，行。人嘞啦！谁啊？迄姑娘为何要我走去啊？啊，紧追啦！两位姐老婆，创啥动手了你？小蛋姐，你是咧找死是无？找死人是你。好哩呀，你好大胆呢！哎呀，先生，啪！哎，哼，你真上名声的啦！敢对阮少爷你无礼貌，拍死狗，拍死！哦，是安怎啦？公主，我拍袂落啦，够痛啊！你是安怎无路用的呢？你如果还阁继续欺负神娘，你会惊上绝路。我听你放臭屁呢！哎，阮老爸是朝廷的大官呢。
台湾第一是阮老爸好朋友哦，连半山的猪肝看到阮少爷，都爱甲我惊嘞。借问下吼，你是算什么资格站在阮少爷面头前，在甲我啰嗦哈？自然有天理甲报应。哎，哦，未堪这我气啊！阮少爷哦，从来唔捌咧怕人诶，为着你咧唔正性命先。阮少爷今仔日哦，一定要顶一粒功夫，出一粒拳，甲你架死一个客嘞！你那是什么目度内底安天平是吗？少爷，当是要安怎？要安怎？你这无路用啦！你无路用啦！我过，我过，我过，耳孔扎起来，唔通甲我偷看。哟，大个，歹势啦！啊，我这个人哦，较爱面子，啊，拄只哦，怕你怕袂惊，啊，即摆来请参详一个啦吼，你的刀我甲冰刀一个啦，吼。你如果你也冰刀，你也毁掉你的一生。袂啦，本少爷哦，自细汉到大汉，拢变刀变到做来霸道的，都无代志，歹势，你去边啊歇睏吼。罗兰，罗兰呢？用啊，变刀。是，少爷。哎呀！要收，要啊！嗯，我跟你讲哈，你甲我探听看卖，迄个水姑娘住喺什么所在？本少爷要带做细姨。好，送送。嘿，要送送送。谢丁到底什么消息？无呢？唔知安怎，唔知有考掉无？这叫够衰位啊！阿宝，阿等你是走去倒位啊？阿姊呀，我阿咪三岁囡仔是烦恼啥啦？读书唔读书，规工甲咱乌白走，你有哪口角啦？阿姊，你莫跟你爹骂好无啊？今仔日哦，我就是读册愈读愈差，啊，读到咧目睭起花，我唔才想讲去外面行行走走的，爱了他念是无？你逐工嘛出去走，敢干来今仔日尔是？好啊，好啊，秀平啊！啊，恁小弟吼，读册读较深啊，啊，予伊出去行行踅踅，这嘛无要紧。对嘛，你无听古早人伫咧讲，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哦。我就是吼，爱去外面的所在行行走走的，经验一下外面的花花世界。看伊啊，逐天吼，我伫咧厝内，我久会起半病，嘛会讲笑讲我是一只孤枕水鸡，安尼敢有出脱？安尼你讲对无？对对对，我的心肝宝贝囝，小平啊，你看家宝即马进步足济啊，竟然连迄啰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道理都拢知影。伊哦。敢那剩一支嘴尔啦，对啦，啊，我就是出一支嘴啊，安怎？夫人，夫人，小姐，恭喜呢，今下有消息来，讲高雅科调进书啊，真是的哦，哎呦，秀平，这是真啊好消息，好代志呢。我好消息讲，朝廷派高雅来咱半山关做知县，即摆已经来上任嘛。哎呦，真好，真好啦。啊，对啦，秀平啊，细丁啊，就任迄。几冬吼，你两个阿仔某搬来厝内住，安尼阿娘嘛较有伴。哦，唉，上好吼，迄是唔通搬转来住啦。那搬转来住吼，阿姊逐天伫我耳孔边咧细细念念来念去吼，唉，念久我会气破白无大劲吼，迄足臭人耳的哦。你，阿娘，恁小弟是咧甲你讲心情，卖生气，卖生气吼。岳父，这是小帅头一次做歌，如果是奉派到半山关，明仔就要起程啊。唔知岳父大人有啥物代志要吩咐？为父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会老实回答我？是。你想要做啥物款的官？
读圣贤书，行圣贤路。小婿想要做一个孝忠朝廷、爱护百姓的好官。卡叔若是有人送钱送礼给你，唔收；卡叔若是宽恕相逼的，唔惊；卡叔若是亲戚朋友细情，袂顺输。嗯，说得好。不如个你讲会到，爱做会到啊。小婿一定袂辜负阿父大人的期望。你看，要做一个对朝廷尽忠、对百姓爱护的好官，讲起来并无困难，就参照这四字“公正廉明”。看起来虽然简单，不过自古以来确实也无几个人做会到。为父就要将这四字送予你，希望你时时刻刻记在心内，凡事以善为念，将心比心，安尼你自然就做会到。小婿谨记在心。做一个官僚，有啥物通嚣掰啦？少爷，查到啊啦！少爷，少爷，嘿，查到啊啦！紧讲紧讲，迄、那个水姑娘吼，叫做王月燕，啊，唔过伊唔是姑娘呢，已经有翁啊啦。哈、啊，原来伊是有翁人的某。哎、欸，啊也唔过吼，靠腰啊！讲要讲到一半，讲啊紧来，我扯一个。伊吼，因听伊讲，因翁啦吼，破病真重啦，啊要死要死啊啦。咁安尼？无唔对，少爷，等下因翁若死，你就再带来做细姨啊。嗯，等因若破病一直拖拖未死，恁爸唔准下死。我不管啦，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得到这个美人。勇啊，甲我想一个好办法咧。有啦，少爷。伊吼是住伫个八卦山脚底啊种菜的田庄人啦，啊，咱就惊讲，唔当功夫要甲买菜，啊，就甲骗入咱内底啊。哎哎哎哎，用啊，袂歹哦，好啊，看你当咧空空啦吼，有才调想出这款好办法咯，伊啊，你着紧去。哎呦喂啊！好啦，少爷。啊！你病好阿未？你哪会用得出去做事啊？你放心啦，官爹也咧保庇，我身体无问题啊。未用啊，未用啊，未用，也是加加休休休几工啊，安尼较稳当。请问你要找谁？我叫做阿勇啊。我是城内帮府的奴才，想讲吼，要来你这给你买菜。不过我拢是单去市仔咧买呢，来阮家买菜，你还是头一个，歹势哦。请问你要买啥物菜？恁种啥物菜，我就买啥物菜。啊，只要这菜也有青吼，啥物菜拢无要紧。啊，买爱偌济？阮帮府有透嘴，总共嘛三十几样。听伊讲恁这土质、水质，啊，气候拢袂歹。啊，无安尼，你着先送五十斤过去。啊，若确实好食，以后着每一日拢送五十斤过去。啊，五十斤咯，这是定金啦。啊，只要菜价无比市场较贵就好啊。送到位，甲甲你算数，掺你个工钱哦，我嘛会做一届予你。好啦，好啦。阮以前经上好的菜吼，送去恁本府的。但是吼，阮本府的灶卡拢是查某的啦，啊像查某去是较无方便，所以爱查某的去，上好是伊去。好啦，我来送，我来送啦。安尼，咱位后壁门就去，阮本府后壁门，你敢知在倒位？我去遐哦，甲工问就知影啦。好啦，来，我还有代志，我先来去。啊，你菜就爱较紧送吧。
孙行吼。孙行。再过来佚佗啦。孙行。多谢啊。阿母。阿母，咱好运到安尼，阿母。赶紧嘞，赶紧嘞，我甲外因即摆进来挽菜啊，紧。啊，别，你叫过，我甲外因来挽多好。有啊，挽菜真辛苦，我甲外因来挽好，无问题啦。嗯，你这个囡仔我都知，你都是应袂调啦。好啦，安尼恁去挽，啊我进来煮饭，啊恁食饱再上菜去。好啦，阿母，阮来啊。看咱两个翁仔某吼，安尼这尼啊欢喜吼，我嘛替因真欢喜。欢喜的代志难搞，千万爱注意，这是下下签，恐叫生命危险，千万爱小心啊！敢讲，我下那即处去送菜有啥物危险？袁帝君有甲我指示，这逝无论生也是死，这条路一定爱我行，绝对袂用个让阮袁下去冒险。勇啊，少爷，谁啊等啊久，人家要到啦？少爷，伫遐啦，到啊。这个少年啦，哈，哪会来闹的啦？我不管，这件代志吼，你爱负责。是少爷。哎，啊，你查某囝嘞？啊，不是讲叫你查某囝送来，啊，那是你。啊，阮查某囝都临时身体无拄好，头一抓我送来啊。哎呀，啊，不是讲好讲叫你查某囝来送，啊，那你来啦。哎，阮家也借问你哦。啊，我等这担菜要担在倒位啊？啊、好啦，对我来啦。好啦，阿家哥，看来吃就好啊。哎，啊是讲奇怪，啊这菜应该是放在灶脚，啊这还不是灶脚嘞。老实跟你讲啦，其实吼、喔、是阮少爷介意到恁查某囝，啊想讲要带恁查某囝入门做生意啦。哈、啊，哎、欸。阮查囝有翁安尼，啊，嫁了嘛使离婚啊！啊，有这路你以为？吼、哦，你毋捌听人讲，嫁鸡对鸡飞，嫁狗对狗走，哪有迄落安尼，无代无志，随随便便化离就离。啊，要离也毋只简单，小等下阮下摕一张纸写的，啊，纸顶写讲，你早著甲恁查某囝，啊，袂让阮下也做细姨啊，啊，你只要伫头前当一个手印就好啊。免讲啦，我绝对袂甲你当一个手印啦。等下。查某，你要走去倒？你唔通敬酒唔食，要食白酒哦。哦，原来买菜是假，孝顺阮查某囝才是真的，设计是要害阮囝婿。卖戆，卖戆，这么好的机会哦，是真正孝顺都孝顺袂到的啦。歹势，阮善恰人，天理袂过。查某啊，老查某，将来无人敢伫本社的面头前跟你计较。今仔日上好甲我断，要若无，免笑是要甲你离开这所在。啊，无你敢敢甲我拍试试？啊，好哩呀，该你去断去。哎呀，哎呦，哎，闪啦，该你去。哎呦，救人哦！哎呦，救人哦！哪？你别，你别好。拖出来！
少爷，安怎啦？人死啊！老查某，死你个死落去，卖当这个哥哥弟，用啊！少爷，尸体把我扛去后院的破树卡抬起来。少爷，我惊啦！靠腰啊！看你个这大胆，大锤了车打你嘞！该去你就去啦。是少爷，本少爷来休困啦，你来好好处理，知无？知。今日去提一支鸡头。是啥物人倒伫遐嘞？大婶，大婶，你是安怎？大婶。如意，啊，你家出啥？哎呦，你这大婶是你害死的哦！嘘，较细声啦。嘘，人不是我害的啦，那是少爷啦。什么？是少爷？你讲阮小弟拍死人？是啊，少爷拍死一个阿婆，那阿婆的尸体我有看到呢。你又袂讲，哪有这款代志？小姐是真实的啦，这种天大地大的代志，我哪敢胡白乱讲？伊是安怎？哪要拍死那阿婆？这我嘛唔敢问阿勇啊。啊，不过我有看到少爷叫阿勇把迄阿婆的尸体带恁阿花园啊翕张簿啊树卡遐。阿娘听信小弟，也听信了伤过头，即卖拍死人，安尼是要安怎？对，这件代志除了你甲阿勇啊以外，敢还佫有甚物人知影？应该是无吧。唔讲小姐，发生这种代志，我会惊呢。你唔免烦恼，这甲你无关系。啊，不过这件代志，你千万唔通讲出去。你即马紧去注意少爷，看伊佫咧创甚物。假使若有人来找，你就紧来甲我讲。是小姐。对啊，阿母去房家送菜，甲即阵还袂倒来。哟，那还袂倒倒来？对啊，阿母还是我来看卖好啊啦。你坐咧好好休困，互我来就好啊。我安尼嘛好，但是你路人爱较细腻哦。我知影。嗯，我来啊。做想你的呢，好我给你揽一个哦，嗯。少爷，迄王华燕哦，要找伊老母，啊找到这来啊嘞，啊他是要安怎？既然伊甲你送石门啊，发生本少爷去甲伊哥哥。阿勇啊，少爷，将人甲我送去后面，本少爷随时得到。进去，少爷。真正是羊入虎口，这个饭家宝一只袂输小狗。王月燕有法度来，敢会无法度走？
你若问我讲煞落安怎，迄着天知道。夭寿地命即个饭家宝，爱人的查某囝，佮害死人的老母，互咱看到是真烦恼。啊，即个王月燕自投罗网，互咱真烦恼。当着即个小弟哥，对月燕确实是一个大风波，连即条命看起来都真无保。你先生要稍等一下，我来去问看嘛，看有人知影你阿母伫倒位无？多谢。做菜，甲恁斗三工的大好人啊！啊，恁阿母已经转去啊，伊拄才来时哦，哦，我对伊偌好，甲伊款待甲偌舒适呢，我甲伊当作家己阿母安尼甲伊照顾呢。啊，那你啦，你甲我当作大歹人啦，一直甲我冤枉啦，安尼等着，你爱陪我，你爱陪我，你爱陪我。阮阿母已经转去，我嘛要来等。等你啦。你安尼话来就来，话要走就走，总唔捌礼数的呢。是的啦，阮庄家人较唔捌礼数，唔知影公主阁有啥物吩咐？吩咐哦，哎，吩咐我唔敢啦，足简单，来来来来，啊来啦，来来来，坐，哎呦，坐咧啦，无啥物吩咐啦，吩咐真简单，我爱你吼，带点的只做我的事。啊！你若做我的细伢，哦，你脚踏手踏，唔免落灶脚，享受不一个荣华富贵哈。你是咧讲啥？我已经是有翁的人了呢，哪有可能叫你做细伢啦？哎呦，这唔只简单，咱先做翁仔无啊？到时阵我才派人去叫恁翁婿甲你提言，咱才来举行典礼，安尼唔对啊！你哪天哪袂见笑啊？我今一个来啦！我根本是，我阿袂甲伊答应啦！来啦，该放开！你免惊，阮小姐是好啦。姐，那你是来这创啥？是要来看我这个小弟？是有搁咧惹啥物大代志啊？我哪有惹啥物大代志？人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娶一个细伢，哪有啥物唔对哈？你讲强逼，就是唔对啊！我怎会着写批给阿爹？看啥物人较有道理？你搬阿爹出来哦？好啊，我来去请阿娘，看阿娘哦，较疼你，较疼我。哼！你莫哭啊！你若是要逼我改过，我绝对袂答应的。我毋是要来逼你，我是要来跟你斗三工。你若是要跟我斗三工，就请你放我回去啦。探姐，你袂用个回去。为甚物？我家己小弟的个性，我家己真了解。你若是回去，一定去甲你告告的，即嘛上好的办法，你就是暂时带在我的手啦。有我伫的，伊绝对唔敢对你安怎。了后我才过来想办法。你唔免阁丢度啊！我是咧帮忙你，也是咧帮忙阮本家。我无希望。我唯一的小弟做出败害家风的代志，你就答应我。嘿啦，你就答应阮小姐。
阿姊啊，我无讲你，你煞敢讲我？你将我要爱的人藏伫你房间内底，你明明是咧甲我作对嘛？你实在予人足失望的。阿爹一生做官清廉公正，也阁有恁姊夫是一个政治无私的人，伊拄仔才来遮上任，你着做出一款天理不容的代志。阿姊啊，你即摆讲啥吼？我拢听无呢。安尼好，人的老母送菜来，啊，什么人呢？等伊送菜来，人就走啊！伊走的地跟我什么关系啊？那安尼，阿花园铺啊树脚台的是啥物？阿姊啊，你哪知影？什么人跟你讲？纸面包得好，六幺零不敌，除非机无。好，阿姊，既然这件代志，你都已经拢知影。你来到暗坎，唔通给我出破吼！哎，我甲你暗坎袂用着，除非你彻底悔改。好啊，哎，我改嘛用着啦。不过，你爱甲迄个美玲交代给我，我以后袂阁安尼做啊，安尼好无？你安尼何做要悔改？哼，一时改五分，较赢无改。你这个精神！你还阁想要一错再错？人讲一点嘛猫，百点嘛猫。既然都猫啊，就给伊猫一个较彻底的嘛。你若是王太太，阿娘死的我伤心，本家绝嗣，要哪样啊对得起本家历代祖先？姐啊，既然你都要安尼想啊。你得为你这个后头厝为了小弟设想啦，也那无我那去用开头，到时阵咱阿娘吼是会哭到死死昏昏去，咱的公阿妈嘛会去拍狗屎。我答应莫讲出去，啊，不过我袂用将王姑娘交出。讲来讲去吼，加当啊因阿兄啦，加讲的啦。范姐，你是要去倒位？我到即马，你每年都无爱交代给我。我即马吼，要甲你外面的所在找其他的目标啦。拜托一个，好，我入去见恁家的公主，也是阿勇兄啦。拜托入去通报一个啦。啊，死人啦，又无伫的，走啦！拜托一个啦，大兄。啊，走啦，无伫的，无伫的，爱讲听无闲啦。是啥物人伫外口吵人啦？阿勇兄，阿勇兄，啊，阮丈母甲阮家后咧。你也无摕钱请我顾啊，我哪会知影？因安尼吩咐就失踪去啊，这一定甲恁有关系。我是啥物关系哈？公主，阮丈母甲阮家后拢是伫半山下出世，无可能伫遮碰见。嘛无可能走去别位啊！那你的意思就讲，我给你听见就罢是无？无啦，我唔是这个意思啦。唔是这个意思也好哩，你臭小囝哩！恁爸在咧卖爽，你搁来这闹场是无？来啊！是。将这个臭小囝，给我斩头要赶出去！快点！快点！走啦！把我赶出去，唔通为咱家顶子，放弃啦，给你啦，大家叫。有啥物代志你要告官？大人，我是咧种菜，我叫做柯一良。我的丈母送菜去吩咐，哪会知影一去就无转啊？然后我的家后要去找伊，哪会知影嘛是一去无回。
最后，我要去问一个详细，哪会知影？去予彭少爷，叫人把我讲出来。大胆！彭府是朝廷的栋梁，你哪会用来诬告？我不是诬告，我讲的拢是事实，我讲的拢是事实啦！你后别讲。大人，这个恶徒进前伫我的府内，安尼无理取闹，即马搁伫咧搅闹公安，这是非常可恶的人呢。我要请问大人，应该给他判什么罪？应该爱重判40多万。安尼够不够？啊！像这款的恶徒，应该搁加判20个大板，好甲教死一个才对嘞。对。重打60大板，来人啊！即刻行刑！是，大人，还我了！外口咧落雨呢，我要入去内底避雨呢。内底即马，阮大林子内底休困，你爱回避啊？闪！伊就使休困，啊，我就袂使休困啊。敢讲这凉亭是起的，啊，是因的做工啊使啊？去吃吃到位呢？你是去吃，人是管好呀，你是要用啥甲人比啦？哼，我的身份也讲互你知哦，恁惊着啦。而且哦，迄大林佫会将伊让起来，互我坐，而且佫我请入内底哦，笑命命啦。是啊。啊，无你是什么身份啦？我是因囝。原来是一个笑的啦！恁骂我笑的，你唔才笑的啦！我若无讲两句道理予恁听哦，恁拢唔知啦。人讲哦，所有的官能是父母官，爱民如子啊。去吃嘛是民呢，卡算哦，伊若是父母官，爱民如子啊，那有可能予因囝伫外口咧吹风泡日啊？你这去吃，搁一个老爸讲，我来甲你跑。请这位大兄就来休困。唔袂见，哼，雨也要停啊，我要来别位休困啦。观音大人啊，你嘛好起停啊哈，半山个声来，关帝庙有人咧等你啊。爸母官，爱吉人哈，爱民如子啊。这位大兄，这位大兄。爱民如子，一个官来当做个爱民如子，表示这个官真可取。这个乞家所为的也是看伊朴朴，也毋过张世丁却是予伊真大个面子。伊感受这个乞家是咧为百姓争取。这场雨虽然落无偌久，也毋过好亲像咧指引伊什么事。乞家讲八君庙。有人在等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张世丁地君庙应不应该去？这伊爱慎重注意。对呀，我全家伙啊，遐尼啊悲惨，就求你替我做主啊！
请问你是什么人？你的伤已经好啊。什么？我的伤已经好啊。是你搞伊好对不对？那呢？我要赶紧来找阮家的人啊。稍等嘞。歹势，一时煞袂记你啊。袂理袂理袂理用啊钱。我看他无再有啊钱，恁抓到你敢会使？钱是生活之物，只是我咧问你，你咧去倒找人？我嘛唔知，阮丈母送菜去丰富，一去煞无转来，我去县老爷遐过关，哪知影县老爷讲我乌白讲，佮人我讲六十个大板。你敢要敢过？大家拢讲做官的官官相畏，我想。就算我过到长山，嘛无人要来我插啊！我只好来传播希望，拜托关帝爷，求关帝爷替我做主。俗语讲，也着神，也着人。小等下有一位朝廷的大官会来关帝爷拜拜，你甲将你的状纸提予伊，我相信讲会替你伸冤报仇。也毋过，我也毋捌你啊。对方阁是本府，官大势大，我惊要叫人帮我写状纸，拢无人肯帮我写嘞。你免伤心，你的状纸我已经替你写好啊。状纸，但是我要去台阁啊。小等下有一个新的县令，下礼拜关帝庙拜拜，你甲将状纸提给伊就使了。那呢？多谢大夫，多谢大夫，多谢，受我一拜，多谢大夫，多谢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我哪里这个庙来的？拄只是咧民房哦。嘿，我的伤真正拢好安尼。领导。真正是新的县老爷经过这，杨江，来人，关帝庙到。今仔关帝庙哪会遐尼啊老旧的？天兵来人。关帝庙关上帝君真灵性，所以常常有人请伊来兴愿。但愿日日如此，风调雨顺。本官就来去参拜一下。大人，万弄啊！大人，万弄啊！你有冤枉，就应当去厦门告啊！我去厦门，叫人讲六十个大板，我唔敢再去啊啦！我只好来关帝爷这，求关帝爷替我做主啊！啊，不过本官还未正式就任。好啦，那呢，你要告，敢有证纸？有，有，我有证纸，我有啦。爱民如子，这是什么人写？是我伫梦中一个大夫写给我的啦。我袂乱讲，你梦中哪有可能摕到真实的物件嘞？我可以用你这个半山城是有名的老实人，我唔敢欺骗大人的啦。而且我规身躯的伤，嘛是伫梦中迄、那个大夫帮我医好的呢。安尼。你的状纸不管先收着，待本官正式就任了后，一定秉公处理。啊，不过这张状纸顶头并无写什么代志，也无写要告什么人啊。我要告的，
是做官迄个本家的大少爷，伊的名叫做本家宝。本家宝。小弟，你回来啊？家宝嘞？家宝，家宝无伫咧厝内啊？家宝最近拢伫咧创啥？小弟，啊，咱阿妈无离开遐尼久，你一个回来，也无讲到咱的代志，就一直咧问家宝。因为我一日半山，就有人向我告伊。真是有这款代志哦？家宝最近哦，拢伫咧外面爬爬走。难免会甲人冲突结怨啦。这毋是冲突，嘛毋是结怨，因为苦主是一百姓，百姓无可能甲官家子弟有瓜葛。既然无瓜葛，就无可能有冲突，无冲突就袂结怨。啥物人在哭？可能是一个身体来糟囡仔，伊思念厝的才在哭啦。小姐，不是啦，是迄王月燕在在哭啦。王月燕，迄失踪的姑娘哟，如意啊，你去找伊来见我。等者，如意，你先去看老爷衫做好啊未？等者我才家己来叫。是。饮茶啦，秀萍啊，家宝做的代志，你拢知影。阿公，王华仁的阿母，也来老实对我讲。秀萍啊，这可能牵涉到人命咯。是的，家宝若真是做这款代志。你安那样处理？严办。阿叔，你若是严办落去，是爱定死罪呢？嘛，只好定死罪咯。敢讲你无代念，我敢若这个小弟。杀人者死，替百姓伸冤。那是无办法的代志啦。敢讲你无替阿爹甲阿娘想，伊干阿一个囝。假使家宝若是死，咱本家都爱绝后事。这项国法无法度顾虑遐尔济咯。你自细汉都无爸母。拢是阿爹甲阿娘，甲你抚养甲栽培。你一个做官，头一个代志就是要杀伊个囝，阿爹你敢做会落手？这，国法私情两难呐。其实嘛无困，案在你个手中，伊个生死嘛伫咧掌握。半生半世拢有在你，你嘛用得会死，嘛用得会免死呀？袂用的，我袂晓枉法寻思。但是，你若是将阮小弟办死，咱两个人都无法度做恩爱的夫妻。今后你是要安怎样面对对你稳重如山的阿爹甲阿娘？岳父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我要离家的时阵有去看伊，伊阁甲我勉励，叫我做官就爱公正廉明。我想，伊应当会了解我。阿爹会了解你，你就应该要给伊白头鬃送黑头鬃心。尤其是安尼，
伊遐尼啊疼家婆，伊敢无法度受这个痛苦，无定着伊会跟伊去。你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将心比心嘛。假使这件代志换倒转来，若是你，你的囝婿要杀你的囝，你会安怎想？姐，小弟，我求你好无？是。你唔答应，我都愿意起来。莫安尼啦，咱来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安尼敢好？多谢你。恭喜姐夫啊！你即马哦做官连高高在上，我是做民主的，咱一久无见面啊，今仔好好来饮几杯，我请你行。稍等一下，我搁爱审案，你稍坐一下，等我审案了后，咱再来去。姐夫，你搁有案件要审哦？安尼真好啊！我等边仔看姐夫你审案的威风，甲你赞声。唔免，你伫边仔坐就好。来人呐、啊，来，肃总，是。姐夫啊，你哪得搁遐尼客气？咱家己的人对无？我今仔日吼，一定要好好啊开一个眼界咧。戴冤哥，戴冤哥，戴冤哥。喂！喂！去倒？无啦，姐夫啊，煞唔知影吼，你拄只咧开堂，迄、那个官衔官位哦，我气势十足啦。啊，我唔较无胆，我会惊。我想讲，我来边仔等你，等咱再啉烧酒啦吼。袂用的，你哪能走嘞？坐嘞坐嘞，你哪是走？我变安怎有心安的？公主，请。啊，好。姐夫啊，啊，怎安尼？敢要袂先把我当做官啊？戴王万恩，一良，万恩，紧，紧过来啊！可以了，你看好清楚，你要告的彭少爷，是毋是伊？张世珍因为去食这点心，互伊体会到讲做地方官爱爱民如子共款。也毋过伊要哪里会知影？高义良装告的竟然是家己的舅啊，彭家宝。张世珍在国法私情的情形下，伊敢有法度公正无私来办理这件案件？各位市长兼外贴的好朋友，唔知影这一集的关圣帝君，你的感受如何呢？我个人感觉这个剧本非常有气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戏文内底有官场的腐败甲清廉来做对比。这若要比较以前甲今嘛，唔知影你感受安怎？节目最后当然要来感谢这一集的赞助单位。首先要感谢，当然是咱哎。彰化奥特曼市长，咱的温国明温市长，搁再要感谢是咱关帝庙主任委员，咱的陈孟奎吼，讲到咱这个陈先生，伊也非常的吼，这个认真吼，来帮忙阮来收集这个彰化关的咱关圣帝君所有的跩资料，也要予咱了解讲，咱对清朝时代。这个关圣帝君，甲所有来遮就任的咱遮算咱县令啦吼，啊，甲即卖市长有相当的渊源，看煞你就会当了解。也要感谢，这是咱彰化市市庙主任咱的苏明安先生，也搁要感谢是咱
帝君会所有的委员，也要感谢吼，这是啊，咱的水拿金魂林哥奖中戏，咱的主演是李金叶。各位师长、兼外头的好朋友，今天的阿祖是不是袂歹吼？美美的吼，对啦，阿祖又回到这个嘉义花嫁之家新天地所打扮的。今天的真感谢我的好朋友江 Sir 为我造景，也要感谢吼两位美女啊为我打扮哈，一位是有缘，一位是美雪。师长、兼外头的好朋友，台湾剧院真正是博感情的做节目哦，一集比一集较好看。完结篇真好看，等你哦，唔通忘记哩。关圣帝君下个礼拜三阿祖等你哦，我们下个礼拜再见。